在工作日的时候拨打我们的办公电话0531-8503-6658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的第一书记朋友圈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吧。山东乡村广播收听频率：济南调频91.9，中波151，泰安调频87.9，青岛调频94.4。欢迎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官方微博、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。前沿的农业科技。